下回你别杀狗了，下回别杀狗卖狗吧，啊、哦，卖点别的，是不是？卖点别的吧。你看看这，来，你看看，咱们现在赶紧去啊。嗯，你看看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咋？这干啥呀？这是？还剩两只，这个小伙不知道他他妈还能不能杀了，反正觉得挺残忍的。搁那杀狗呢，要杀这个，要杀狗，他们已经杀了一个了吗？这不，嗯，我操，太吓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把那泰迪还有那两个小狗救回来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大哥，快点的，走。完事了没？快点快点，走走，穿衣服走，走走走，穿衣服走，饭也别吃了，嗯，每天中午都赶上，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赶上这个事儿。对，咱别穿这衣服了，穿这衣服去不行。嗯，咱不能穿那个那啥，就咱穿那啥，自个儿的。你去他不黑你吗？对啊。走啊，四哥，你上地道救我去、啊。没吃饭呢。不是吃不吃饭，你去。走吧。走。走吧。走。发视频了。怎么了？我们现在过去，我从机器。我从机器往那边过，怎么也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。那老师去那边，行，好嘞。老二车里面有俩大笼子，还有笼子，嗯、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开车往地道走，然后咱也往那儿走。行，你先给他打电话。让那边在那洗的。啊，让他跟老舅先往地道走。你们现在上地道，往地道走。我给你发定位。上地道。啊，狗先别洗了，洗狗的那给那边洗了吧，嗯、别看着了。你让他把笼子都装上。杀狗的，现在搁那杀呢。上地道走。你让他把笼子都带着。不带笼子，这车就行。走走走走走。左飞哥，去，咱往地道走。咋的了？杀狗的在杀着呢。走走走，都给杀一个了。啊、杀一个。卖狗肉的，找事儿啊？找事儿卖狗肉，真恶心。咱说快到了。就搁这儿呢，就是汉国宾馆门口。他俩在这，他俩在这。高老又不下车。狗在哪呢？那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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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杀一个了！你家店啊？你知道现在杀狗犯法了？现在不让吃狗了。你们都杀了吗？杀了。没怎么，我整不了你。你家还有东西？你是不是你家给那啥的？是不是给那个拐弯道杠上那个？往咱那道一直走的。多大了？二十多。那你干这活干呀？干点别的活多好啊！干不了。你多着急。你这么小岁数，你说你杀这玩意干啥呀？你这狗怎么卖？来，看你俩小狗，大的二百了，小人呢？一个。你小的，我一共给你200块钱吗？你把这个，把这个给我撑上，把这撑上，把这装上。安成仓，安成腰，腰上，安成腰上走了，安成，我买了。
家还没有了？你家安全城，安全城我给你钱。来，这不要人，没事儿。不要人，操，白瞎了。好称。二十斤，多少钱？十八一斤。那个，把这鸭子，兔子，把那个收了。咱把这个收了，先把狗拿走。先把狗拿走。先把狗拿走，把这个拿走。那个不要了，你要那个。回去埋上。埋了。你要那个都埋起来。到回去给他埋了。开盖就能抱，抱着走吧。知道。这老乖了。嗯，这不带咬人的。来。百金呢？那个狗帮我抱起来。不是，又飞哥拿一个，这个。我帮我拿出来。这小狗崽。都给我。都给我。先全拿的。你先送车上去。这个拿袋儿，有没有大袋儿？有没有大点袋儿啊？你给多少钱呢？你那个200，那俩狗100、300，这个408，这你708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会儿，他那个这个狗多少钱？小的50，大的200。他刚才跟我说能谈一点，就是那个150。你这么的吧，你买俩兔子给我吧，给你708。你不是你不要杀的吗？我不杀，我卖活的，我那啥。我给你800块钱买俩兔子给我吧，行吗？这行了吧？不能卖。下回再这么卖狗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你把这俩兔子拿着。我不能这么当街杀。兔子我们拿回家养着去。兔子不卖。你卖鸡鸭没问题，这俩兔子我拿走，我给你800块钱。我也不跟你讲价了。不能卖。你哪块反不过来劲呢？我这个我没给你讲价。你俩兔子，我再给额外给你100块钱，先不卖。你卖多少钱一个？你兔子？兔子俺们养着的，我卖你干啥呀？那你养着吧，你不卖拉倒。你先拿袋把那狗装了，装了走。下回你就别杀狗了。下回别杀狗，卖狗吧啊、哦，卖点别的。卖点别的吧。你卖鸡鸭鹅都行。行。啊、嗯。走，拎着。你把你联系方式给我。你这也完事了吗？那我们走了，美女。啊，没事，走。把电话，快电话告诉我，我给你打电话。电话告诉我。我买你东西，你看啥呀？多少？139。行不行，兄弟？啊，以后卖点鸡鸭。对。你不给我工作，我给你找个工作，行不行？走吧。你家有几个狗？还有几个？实话实说，还有几个？还有两个吧。好好说，几个？实话实说，别撒谎，他们俩小孩子。还有几个？就是俩。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上你家拉去啊！你先把你回家吧。走。啊，没事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去哪儿了？拿车上去了。不在。都放一起，没事。放一起，没事啊。晚一点，他也没有。这狗他怎么能杀死？这狗呢？搁再拎回来呢？没事了。晚上一会儿回家给他埋上。上那个姐那块，那个姐有一个狗，给那他昨天流浪狗也是这块跟前的，我打电话。你看百姓跟着咱走吧。你跟我们走吧。
不用上了，在这等着就行。啥狗啊？这儿了。哎呀呀！哎，这狗更漂亮啊！我有拴不住它。哎呀，你不能这么放啊！过来，过来，来。给你俩好了。都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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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。这好那么多，现在谁家走丢的？啊，一看就是。你在那紫花店一下午了，到晚上。小狗崽。对，应该不到两岁，让抱吗？哎呀，胆真大。母狗。背，我给他拿的背。哎，好，行，谢谢。哎，尿。哎呀，喂了他好几袋那个狗罐头加那个狗粮。啊。嗯。小舅来了吗？来了。来了，我们走。哎，吃饭走。我给你吃什么饭？我这、刚才给提到早市那有杀狗的，我们刚搁那救几条狗。啊，你跑那边去了。别人看着的，别人看着联系我，给我发的图片，那给我气死了又。他咋的？不知道。老舅，遇到我吧。哎，等会儿我看。这是啥东西？那背。我给拿个背。哎，我看这狗。还有一些背，回头找给你。行。哎呀妈，我一宿没睡呀、啊。咋的？他跟你家说呀、啊？这家伙啄完了。看呀。你到后面就行。后面不是不坐人了吗？这还行，还算听我话。可吃、那我又不上了。啊，锅巴，来、这个放。做饭得走。别放，刚好你们姐都来了。你大表哥没来、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来了啊。外面呢？我们来好几个呢。大家好，我池子啊。然后这个狗咱们救回来了，现在就剩一个小泰迪和那两个小狗了，还有一个他已经杀害的一个狗。然后咱把那个狗买回来，看见了。我给他入土为安吧，啊，没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个他吃啥鸡鸭鹅，我阻止不了。这是咱们人物的生物链，我阻止不了。我也不能去让任何人不吃肉，我做不到这个事情，啊。然后那个兔子他不卖给我，我不是神，我也是个普通人，并且我也没有什么权利。他去伤害狗狗，并且咱们国内根本就没有立法，只是个别城市立法了。我们这城市没有立法，全国也没有立法去普及开。我说他是违法的，他也不违法。没有立法，他违什么法？我只能弄这么去说。但是我很可悲，我没有办法去做，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他，我只能把他那狗去救回来。我只能是以道德的形式跟他去讲，让他别去伤害狗了。这其余的我也做不到，我尽力而为把他家里的狗都救过来。他家里有几个狗，这个孩子说话他也不说实话。我一会儿我会联系他，我把他家里的狗都救回来，我尽力而为，我能救我就把他都救回来。我看不到算了，我看到了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愤怒啊，血都往上涌啊，太愤怒，太气人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狗安顿好了之后，他现在应该往家走，他回家，我一会儿就联系他，我去上他家把他剩下的狗都给他救下来，啊，行，先这样。